ass hypnotized. 香爷，我长得也挺好看，先结个色吧。别走，哥，老妹儿走，我来，不是姐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轻点！我操你妈！你轻点！我操你妈呀！操你妈！你轻点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你轻点！哎，我操你妈！老妹儿长得这么淑女，能不能有点女人味儿啊？你说啥玩意儿？说我没有女人味儿？来，你他妈闻闻！哎呦我操！你妈说我没有味儿，有没有味儿？我他妈可算是找着你了！你妈的，欠我钱不还，什么时候还？哥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！你他妈再不还，我就剁你四根手指头！说剁哪四根？哥，你要真剁的话，你就剁这四根，这根给我留着。为什么？哥，这根啊，我还得用。我操你妈！你这个小骚婊子！哎呀，累尿了，这憋不住了。快过生日了，想要啥呀？我看上个钻戒。最近手头有点紧啊。哎呀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老公，你一晚上三次就行。我给你买钻戒吧。使劲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呀，我那眼睛又不要。怎么了？
的。带你去上那个阜阳玩玩去。阜阳离这多远呢？也不远，就两三步远，啊、是不是？两三步远。嗯、啊，就两三步远。有啥好玩的那块？好玩。好，一人拿出来。屌妈的妈的，拿出来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。还有。没有，这是我的毛巾。拿出来，快点。毛巾是我的，你看。拿出来，拿，继续。所有东西都拿出来，哎，拿。没有了。继续。没有。没有是吧？这是多少次了？第一次来。第一次。嗯。再说第一次。我是第一次，我对天发誓。啊？我对天发誓，大哥。真的你偷多少次？你说快点说。第一次。偷第一次是不是？嗯。偷多少次啊？啊。在办别个地方有没有偷过？没有。没有。嗯、你现在是专业偷的，懂不懂？没有，大哥，真的。啊？没有。你专业的吧？我给大家来一个电钻生苞米豆。我操你！
song